介凡人，想要弑神。想说叫弑神，因为作者叫陆空文。我老板觉得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，找到陆空文杀了他，别辜负我们的信任。这执法鬼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反正不是凡人。这小说是你写的，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。他老人家可是天神一般的人。